大家早安，今天是礼拜六，然后等一下我的朋友们会跟我一起来这里玩交换礼物，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好，那现在就等他们来。菜已经来了，我们的好礼物、烂礼物。看起来像白痴的。你下去。卡片先吗？好，我不能待在这个环节，我只能收卡片。你们俩，我也。Danny， 这菜籽好可爱。为什么是包装？对，包装。耶，而且还有一个绿一个红，你们是约好的吗？没有，为什么我不写吧？我想说，我连生日都没写了，为什么圣诞节要写？我是想说，我生日，我想说，我生日难写，难得有机会写卡片。我想说，你没有想说。哎、欸，我买一张卡片嘞。给他，给他。给他，完蛋了，完蛋了！你先吧，快点呐、啊，谁先啊？谁先？那你先啊？就我先，我自己都把自己雷爆出来了，刚刚是没有 get 到，我知道你没有 get 到，哥，我刚才不是说你有懂写卡片呢、啊？然后他说给他啊，就是给他。然后他说他只有一张卡片，然后我就说给他，然后他说给他。完蛋！哦，但大家都全场都知道，全场都知道。完蛋！好，送啊送啊！是坏的，是好的，就是很好的。坏的不是大刀，要不要先拆坏的？先拆坏的。好，对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哈哈哈哈哈！啊，好可爱哦！好可爱，它是烂礼物。换掉了吗？没有，你把塑料袋打开。你把塑料袋，你快点玩，我想看你玩。那这个够烂吧？这个够烂吧？这个，你们不要这样子捧他。你竟然骂脏话了！对不起，再次再次。就那袋子，我不知道在哪里干嘛，这样。那很好玩，是缩小的。穿搭，穿装吗？你要给他扣，好换好礼物。然后这个在宿舍玩会被室友说吵死吧？还好礼物就不知道喜不喜欢。哎，好礼物好压力、啊。好礼物是不是很紧张？我的好礼物也超紧张，完蛋了，完蛋了。我现在越想越不对，我觉得那个人不会喜欢。我跟你，哎、欸，我好礼物。我的系列。好什么？是过冬包装。之前说想要的杰伦帽，不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哪里的时候，他一直说想要杰伦帽，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想说我要把头发留长啊，这样那么好笑，为什么？对啊，可是我不行，我放心了，我放心了，不要笑了。那你等一下选出一个好礼物最烂跟烂礼物最好，然后这样子来比较色。好，那这个是老鼠。老鼠玩具啊！啊，我觉得是那个沐浴乳什么？没有，就是老鼠玩具。不是老鼠吧？它不是老鼠吧？它没有老鼠，你是老鼠啊？你是老鼠，你才是老鼠。哦，好吧，那我爱你。倒水，是一堆倒水，倒水。橡皮擦哥，你看，我就说是橡皮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保险套。很怀疑。我还发票、欸，还有中奖的发票。哎哎、欸欸，之前是真的烂礼物哦，超级好笑。是包包，是吧？哇哇！会包包哦哦哦！什么？化妆包吗？包包本人，包包本人装在包包里面的。哦，哇哇哇！哎、欸，好看的，现在哦，这个哎，哎、欸、你现在 OK 哎，什么？哎、欸、哎，那、欸啊、是什么？我的照片。等一下，瞬间贴上去，贴上去，哪里怪怪的？我觉得我这个烂礼物非常的贴心，我买完我自己都觉得。是香烟吗？我怎么那么贴心？但是呢，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我等下倒垃圾。我觉得我太贴心了，所以我要把它倒，我不用把它倒出来吧。不用这样，它不会。这是意大利面。这不烂吗？但
要这还不错哎、欸，那你要自己去买酱。可以吃所以你是因为我煮饭吗？对啊，你说你要自己煮饭呢、啊，那你就买了这个。哎、欸，我觉得还不错、欸。其实我是昨天买，我昨天反而买一盘红萝卜。那你又更好了。但是因为我想说那是我的地狱。哦、oh.。然后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有很大的故事，因为这其实原本不是我买的。因为我昨天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中得知你已经买了、并不需要那个东西我这个晴天霹雳因为你说但他怎么一瞬间会买到晴天霹雳如果你说那、你都用什么上妆然后比如说啊、我都用那个粉饼啊，你不用粉底液是吗然后说、对啊我都用粉饼我买的是什么我买的是美妆蛋礼盒哦、但还有一个蛋架，然后有一个很可爱的太空人的哦，所以你就可以用了。哦，这个是我昨天去保养买的，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吗？老公，真的，一瞬间买了新礼物哎。对啊，抱歉的，怎么这样？17岁的生日，我刚才说我买了卸妆的，这是什么啊？什么？Yeah, 是大力色的、对，因为他昨天说想要大力色、oh. 好久我那天没买好赞哦、好赞哦、好赞哦、我很喜欢这样可以那你要小心哦、好多抱歉紧张了烂的是哪一个分不清楚烂的是这一个我要哭了啊是一瓶东西耶哇好想要送什么他开始说他要吃哪一个红萝卜？他刚刚讲说红萝卜，我跟你们笑都不行。好嘞，而且还有两个。而且你知道我昨天跟你去黄昏市场，我就是要去买红萝卜，结果你说你要跟来。我跟你讲，我昨天本来地狱礼物要买一颗高丽菜，但是因为我昨天跟你去黄昏市场，你说你要买高丽菜。哦、那我不买高丽菜是你要是你跟我来的是你跟我的我先说我要然后你就说你要去哪我就只好去顶好再去买还有两根呢好耶、他刚好50块他49块、啊、我给你妈妈用我们家也不会出现这个东西我不吃哎、我好满意这个礼物哦好讨厌他哎、你这个真的啊，我真的好恐怖哦！你很恐怖还是他很恐怖？我很怕。我们之后还在聊说，如果拿到自己不喜欢的礼物，会不会强颜欢笑？他会说他会开心到让我看不出来他很不开心。我也很开心啊，我很开心啊。啊，好紧张哦！什么？啊，你会不会不喜欢呢、啊？是帆布袋吗？啊，是什么？真的哎！还有一个，好可爱啊！这个我真的有在用哎、哈，我以为你不知道哎、我认真有在用这个。那是什么东西？这是那个眼那个。哈，我以为你不知道哎、这是我固定回购好吗？这大跟大家推荐，这真的哎、这是我要推荐，你不要偷推荐。哎、我刚好没了耶。那很棒。很棒啊，我以为你不知道，我想说。这个、好可爱，好像哎、这个其实我本来想买帆布袋哎。那你喜欢吗？ 我喜欢啊，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不是跟你去逛市集，我们抽完之后马上去逛市集，然后你就看着一个背套说那是狗，然后你说很可爱，然后我本来这是狗，它是狗啊，而且它叫卷卷，我有帮你问店家，谢谢他的发言，好可爱，谢谢，所以 OK 吧 ？OK， 我真的本来想买粉，我没有在跟你这样，好，你很棒，好。哈哈哈，括号 Oh no， 不小心写了好多个哈，不知道会不会惹怒你。好了，一定要好，现在要来票选烂礼物最好跟好礼物最烂。先选哪好礼物最好。好礼物最烂，这样我想一下，不会送礼物啦。结束了投票，结束了。好了好了，好烂礼物最好，烂人最好。二一，平手。所以你的好礼物最烂，烂礼物最好。到底在送什么？何一基送我的哦，我送何一基的哦，谢谢。后背被情话多说一点，生活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而你总是太晚明白，随
们结束了，耶！他们要回家了，超冷。好，拜拜，拜拜。Hello， 大家，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然后我想要先来开今天的圣诞倒数日历。今天是几号？17。十七。上面这里。哎，哦对，我的1、2、3是一个蓝色小熊。哦，蓝色小熊。我的，请我。谢谢 you。Yes， 太棒。好，你的熊先放到旁边。我的熊，我也有熊，不是蓝色小熊。谢谢，谢谢你们。好，今天重点是呢，我们家要来开圣诞礼物了。因为我昨天不是有买给我爸妈还有我妹吗？但我爸现在他出去了一下，所以说所以说我们要先开。对，因为妹妹太期待，她一直想要开。好，那先给妈妈的，谢谢。我超喜欢的哦，我就知道是一本什么东东。哇哦，这个熊很可爱。熊哦，高中没有用过这一个，哇塞，好棒哦，超喜欢的，我超喜欢，我真的超喜欢，因为之前我跟阿贝还有小钱都很喜欢，就是他们家的东西，然后他们之前都会一起用这个年历，但我没有跟他们一起买，现在是送妹妹的，妹妹的这个，因为他的流体熊已经是他的圣诞节礼物，但是这个想说还是可以送他。流体熊，刚已经拿了，哦，这么开。啊，什么想要吃的东西？甜点胶笔耶！你知道他吧？我知道，就你最喜欢的那个。这个不是小麻薯，这个是，你再把它打开，这个是那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知道，这是点点胶。它是干嘛的？就是你可以去粘东西的。现在已经来到阿妈家了，阿妈家了，阿妈家了。你知道吗？刚我跟我姐这样黏在一起，然后呢，数一的时候，姐的左脚跟我的右脚一起走，然后数二的时候，我的左脚跟她右脚走。有油饭啊！镜头在这里。哦，今天来阿妈家吃饭，有杏鲍菇、高丽菜跟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肉？没有啊，没有啊，排骨。对，就是你们听到的那些。因为我跟妹妹感冒，我被她传染了，所以我们被撒配边疆。爸爸，我要告状。春节刚刚吃的第一点香蕉。爸爸，我要告状，刚刚姐姐把汤上面的油明知故犯，一犯再犯。现在要让爸爸开他的礼物了，噔噔噔噔，是你最喜欢的花生。你看，你不是酵母吗？喜欢吗？谢谢你，宝宝。圣诞节快乐！姐姐送我一只点点胶，就比爸爸的好就对了。你这时候讲出来是比爸爸好吗？我这个可以分享一下。然后姐姐送妈妈一个2023的日记本。奇怪，可是我不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吗？花生的七贵派状元酥吗？因为我找不到，我在全联找不到，哦、不是在那个丁好找不到就随随便便。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祝大家圣诞梦想成真，晚安。